Thank you.
咱是不是人生何干？做这行作为工人，南船工友两人，欢快回家要紧，祝人生安多大事哦！啊，希望咱平常生活，保佑众生人生，大家欢喜，身体健康，平安顺利，众生人。人生以前不管流言百千，你个人平常羡慕足球无益，种种平常羡慕羡但成就。
朋友，国民党先今日相当替我怀疑。那位大姐，她领导人民的基金报113年四月七八日，天文探月到日，农历二月十六日，新北市新庄后港，接得了诸位乡亲天祥节目，南巡三天两夜，官员挥大条件，新庄安都大街，多谢地主。诸位以及在工作人员、众贤一身顶，身心体贴不管，就前万千足球如意，交结众仙平搭华堂天鹅。好，平耶！大吉大利！
经济固有正义，如何正义？北京退休会会长陈志伟直接上完场，一门上上会。
听闻人语，有体分析，信徒观天下，祈求诸位众神，保佑台湾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众神祝福，众大地主，一家大事，万事光彩，富贵吉祥，家运财运，运途兴旺，祝龙公司啊，生意事业，风大大展，出入平顺，开家平安，家庭美满，福禄安康，四季无灾，不得有求，无灾无疫，风向化吉，事事大吉大利，大家大事身体健康，阖家平安。Thank you.